First blood. 可以。 传送吧，交传吧，记着点儿，传送9分半。 不拼啊！你要越塔杀，其实可以试试。等狼人到啊！ 刚好，换了也接受，换了也可以接受。 像这种兵线，即使给他换了，我们都是赚的。 不会要吃我一层塔皮吧，老弟？阴险呐！真的是阴险呐！这个一都没一到他。 现在上去指定就被他晕，他这个战斗力其实挺高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下，扣一下，他再敢上来直接就杀他啊！因为他没有技能了，我们还有2个小药，2个小药可以给我们回。 将近150的蓝，他好像去打蟹去还是怎么回事？让他打吧，没事。
我估计他应该是去打蟹去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我看看蓝够不够，80、30、40、100、120、150，点蓝，吃完差不多，刚好够。但他干了我一套，那就算了，蓝不太够。其实刚那波是一波挺好的机会。不过他先上了，车吃经验就行了。下边等他出来直接跟他拼啊。四级Q 150额外聚集，先 Q 他。其实我跟他拼还有点虚，说实话，他装备不比我差，因为他没买鞋，薛微是有点小虚，你知道吗？回家来个红宝石，这样血量就够了，省得我这血太少给我斩杀了的。对机3-1，打不了了，我技能全撇了，上路优势没了，但杀了个挖掘机还行吧，啊，还可以接受。直接拆，拆完然后拆一波上路塔。瑞文下啥也没干啊，这波他下去血亏，我们血赚，吃了他3层塔皮，2层，相当于杀了他一波。相当于我刚才把这瑞文杀了一波，10秒大啊，可以拼。可给我拿个人头吧，可不容易，直接把它拆了也行。
然后我们这塔皮还掉了一层。可以再撞一头。溜走回家出黑切，然后下波小龙要团，这挖掘机是不是要打小龙啊？我这波上路要不收，其实有点亏。我还是去上收了吧。我本来是想去下路拿小龙的，但我没想到啊，你说俺们家这人是死光了，去中路来一趟，这红我也不收了，先去中路。挖掘机在那边啊，兄弟！哇，这么猛啊！这大狗头人，我其实装备早就领先这个瑞文了，但我一直吧，我都没有去扩大这个优势，我都没想着办法去杀他。他应该旁边有挖掘机，他没有挖掘机，他不敢那么玩。没有挖掘机，你也敢这么玩？晃的 ，OK， nice。狗头人被单杀了，才刚刚开始。来。上波他没有闪，这个装备还可以接受啊，有点小无敌了，这小装备。下个峡谷我们得拿。
峡谷，把峡谷拿了，拉到左边。打不了了，撤！队友死光了，哎，能打！怎么死干净了呢？来小龙，他们家技能应该都用了，应该没什么技能，这波能打。直接下来了，先杀绿门也行。哎呦！我这一 Q 没出来吗？来死呀，狼人！600块钱。挖掘机是800块钱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千里。其实我上路的优势并不是很大，因为杀这个瑞文吧，一直都是这个瑞文呢，不是我单杀，都是狼人帮我杀的，所以优势没有那么大。如果都是单杀的话就不一样了。希望他们的恶案多过几周。哎，我就感觉他们这是不是有点猖狂了？明白了，以后这发条如果敢猖狂，那说明啥？旁边一定有人，知道吧？如果他这波像这样式的，他不猖狂，那说明旁边就没人，明白了吧？我刚才就感觉好像旁边是有人，所以他敢这么玩。等挖掘机走，我们下来刷发条。腰刚吗？塔下也不是你的家呀。回家，我们15了。这个草丛不能占啊，占了我们这500块钱又送了。
玩个中单狗头人也能赢吗？他们这直接就携手，从今以后我出携手之前不出秒秒。玩那狗头人中单我都打青铜的，这东西多容易让人疯着。居然给我风筝死了，要我最强势的一波下来居然让人给风筝死了，不应该呀。150块钱赏金，为什么我从200块钱赏金变成了150呢？狼人死的惨呐！哎呦我这大狗，快快快救一刀，还想关门打狗。让他先E我们再E知道吧，致命点炎杀小黄毛，打不能给他挡一手 OK。 哎，为什么我EQR出不出来了呀？我这攻速也不是不够啊，我这 EQ 怎么出不来了？其实可以大龙试一试，不过打的有点慢。我已经好几回 EQR 没出来了，这没有这么慢呢，连招啊。这为啥点信号啊？他们这里又没有眼儿。他们要有眼儿还行，这里也没有眼儿。每边两条龙，把中路线推过去。站一下位置啊，先杀绿门吧呢。我们过来杀后排啊，后排应该是有闪，这发条应该是有闪现。哎，大的好，没事，我们撤。小龙不叫小龙啊，大龙。
知道他有闪现，但是有闪现也太嚣张了，就剩个狗头了，那我撤了兄弟。太猛了这大狗，那狗怎么猛成这个样子啊？这大狗升个16，哎呦我操，我惭愧，哎真的 EQR 出不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 EQ 瞬间放点儿，这好几回了，这都今天这不失误了吗？这我惭愧呀，在他选出狗头人那一瞬间，我不知道这大狗这么猛。我还在质疑他，我不应该质疑他。这瑞文有15吗？那你打不过他，没有15你上哪能打他？该死啊，还好还好，回家龙没掉就行。原来一个狼人加上一个狗头人，他们两个，哎，这两条狗加在一块儿，双狗合璧居然这么猛。干哈去了？哎呦我操，需要啥？你看俺们家这大狗，还宇宙需要呢，还你看俺们家这大狗，你瞅瞅这，他几件装备呀？四件装备。哎，这哥们抠了900了，哎呦我操！他哪来这个时间抠的呢？其实我想好好分析一下这个狗头人他的对线，我研究一下。